喂，你还不回家吗？今晚刘实验室，你不回来住要说一声呀。知道了，以后会说的。先这样吧，拜拜。不回来拉倒。你要不休息一下，叫个宵夜？不用了，咱们尽快吧。圆圆同学，你爸夜不归宿，你不管吗？电池电量低，即将关机。电池电量低，即将关机。谢谢，那我先睡了。还真算出来了，不可能啊！我也这么觉得。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实验了吧？等等，你这些数据不是编造出来糊弄我的吧？教授，我还是挑几个验算一下吧。啊，国义、周磊，你们帮我统计一下。好的。国义，你最近这个态度可是太不像话了啊！你看看你师姐，一夜之间完成了这么难的计算，可你呢？你在睡大觉。教授，国义他……你看，人家还替你说话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他不羞愧，因为三分之二都是他做的。啊？什么？是我算的，算错了吗？不可能，这不是一个本科生能学到的。教授，谢雨云为了包庇他说谎。我觉得这要是顾维义做的，倒也不是不可能啊。那，教授，您让他做给我看。这周磊啊，每次都要被顾毅打趴下才甘心。二虎相争，哎呀，可怜周磊每次都是受伤。教授，
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实验了吧？哼哼，你少来，那是故意算出来的，要不是你算的。只说叫准确无误的结果，又没说是谁算。你真可以啊。老师，我能不写了吗？我想回去睡觉。哦，那你问一下周磊同意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归叶，归叶，归叶，归叶。你干嘛？叫你吃酱牛肉。出来吧。鬼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出来了没有啊？鬼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这么害怕，为什么还要看？你不怕，为什么还要看啊？吃完了，我切的肉，随意你去洗盘子。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冰箱里还有呢，你赶紧吃着。来这儿，你干嘛？你别开，我来。开门就开门，拿什么菜刀啊？女孩子大晚上开什么门？啊？